据台湾苹果日报即时新闻网报道，台湾国标女王刘真和新龙去年8月交往曝光后，感情持续升温，传二人将在今年底前完成终身大事。最新一期一周刊报道，去年底新龙拿出定情戒向刘真求婚，现年38岁的刘真感动不已，决定携手度过下半生，但因新龙发片在即，唱片公司担心模糊焦点，要求二人转趋低调，因此二人被问婚事都避而不答。有人透露，新龙为了拍结婚照好看，最近每天跑步并控制饮食，1月至今已瘦8公斤。娱乐99搜集分享。